今天咱们开一个野采盲盒哈，你们说奇不奇怪？咱家这个资源呢，一到冬天天气冷的时候，就多得不得了。单单这一箱有个几百条鱼，而且还有很多个品种，得一一给它分类分出来。这里还有一个箱子，也不少啊，可能比上一箱还要多，大几百条得有的。分类，分完之后换个清水，每个箱子加些高锰酸钾，这个小箱子也给它加一些。这里是小杂鱼，麦穗、旁皮、泥鳅什么的都有，这是第一波饲料哈。这里是大概有个100-200条的棒花，这箱厉害了，全是麦穗，而且有的老肥，不说多吧，500-600条、700-800条应该差不多。等会入缸你们看有多大阵容就行了。就这种鱼的肉质，你们说配个8+1有多少啊？入缸了，瞅瞅这一网，几百条可能都不止，我估计得上千条了。哦，这才一网啊，就一网已经是这个密度了，还能再来一网，满满的一网下。现在这个密度已经够大了吧，这还不算完，还有一个一二百条的这一个棒花，怼进去，没剩几条了。谁的眼力好嘞？估一估这缸有多少鱼。